中国武汉一名黄姓幼儿园老师，在抖音上传他带动唱儿歌《小小花园》的影片，清秀的外貌和温柔的嗓音迅速爆红，其中儿歌歌词哇呀哇呀哇相当洗脑，短短几天影片就被疯狂转载，抖音粉丝数也高达660万人。爆红后，黄老师也开直播与粉丝互动，不仅观看人数超高，抖内金额更是惊人，短短三场直播就赚近200万人民币。黄老师也在直播中频频鞠躬感谢，可说是名副其实的挖到宝了。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，开小小的花，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，种大大的种子，开大大的花，在特别大一起榜英文老师，欢迎欢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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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嗨 ，Hello， 嗨，嗨，大家好，叫什么？我叫 Ruby，Ruby， 哎 ，Ruby， 请问一下，单身多久？半年，半年就这么急，半年这样来上节目？没有，半年，当初为什么会变成单身？对方的家长觉得我的工作，因为我工作有接触到演艺圈。然后他们就觉得演艺圈很乱，然后你是接触到演艺圈的谁？对啊，对啊，那你会觉得是让他父母，那你觉得你的父母觉得他？他们就有个那个很奇怪的想法，就觉得演艺圈很乱，然后会就接触到的都是男明星、男艺人，然后会有肢体接触或是一些互动。那平常人就不肢体接触？对啊，对啊。然后我就说，你都在泰拳打人了。重点是下收工完大家都很累，就会直接回家啦。我们是啊。对啊，都大家都很正常嘛。对啊。爸爸有点太谨慎了。嗯，对啊，对啊，保守吧。其实演艺圈不是全部都这样，有一半以上是这样。反应不用那么大吧？你这样讲会让大家误会哦。是，不能说一半哦，是只有一半，这样会好一点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而且这个也只是我的 like part time， 我的真正职是 like part time， 对啊，我听说有嘛，好像是 part time， 是就是在大学里面当英文老师。大学的英文老师，对，我教大学生，我教助教吗？没有，是那个要非常厉害哎，大学生更乱哎。偏题，看哪一间，看哪一间。是，那我们先问你喜欢的男生是哪一种？成熟、稳健、稳重，然后稳重，然后很阳光，会运动的人。那现场哪一个你比较顺眼？欧弟。我想要他们三个加起来的特质。你太贪心了，哇！哇，原来是要求，那我们不就还要人形蜈蚣风起来？我想要国产，还说艺人乱，我们演成一头了，国家太痛。就我想要国贤哥的稳重，你想要国贤哥的稳重，幽默，对，幽默，幽默，不要不要，对，不要这样，不要。我觉得他很幽默啊，也洛阳的就是外表帅气，跟他很会打扮，然后再来就是他的那个阳光跟运动的样子。先讲好，冯我要当第一个。新鲜新鲜，不行，不止好笑，他很会跳舞。来 ，music。看他就会拍手，开始。哎，你会有点新的歌，观众看这个看腻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们没有出新歌啊。不是，他可以放一些那种舞曲，舞曲舞曲，哎呦，舞曲舞曲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你说你不要 shiny shiny， 然后你要我们的舞曲，对啊，但你跳舞是 shiny 的舞， shiny 是这样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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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很无聊嘛，对啊，像像像，哦，有，这个就差很多啊，这柔软度不错，这个舞连我都嫌老，那我请教你，面包跟爱情哪个重要？我觉得爱情比较重要，因为面包我有了。哦，有，你身材是有。对，就菠萝面包，露营没事带两个面包来。
不是啊，就是说你觉得爱情比较重要，可是你同时做三份工作，你根本没有时间谈感情，你怎么认为爱情重要？对啊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老师嘛，然后再来就是外景主持人，然后跟就是企业家，我有自己自创品牌，在还有公司在营。那是做什么？公司美妆美发。你穿这样是因为你一个礼拜打两次泰拳？对，我都重训两天，然后有氧一天，然后跟两天泰拳。哇塞，那你也没有时间谈恋爱，排很满。对，你没时间谈的。你已经三个工作，然后又五天运动。对。你是想终老？对啊。你想搞自己排路？你真的有想谈恋爱吗？有啊，还是你只想把时间填满？对，我很想要谈恋爱。你还剩两天，这两天要干嘛？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，哦 ，again， 就是演艺圈，他们都觉得演艺圈会遇到很多帅哥，然后接触到的人很多。是啊，今天很多啊。那没有没有错，这不是谎言，是真的，一票真的。哦，有一个是，有一个不是。还是很多都已婚的已婚，或是 you know， 对啊。我们是 you know， 我们是 you know， 你们案例中，人家还没讲到已婚的，叫做 you know。就是应该就是会有很多人追，可是就没有啊。让我问你，这我们这里面又要从这里面选吗？我们这里面 ，UNO， 就像你要从 U 这个 UNO 里面，目前比较急的是叫黑 UNO， 黑 UNO， 白 UNO， 对，白 UNO， 然后就是花 UNO， 请问一下，后面 UNO， 后面 UNO， 哎，你把里面那件脱掉，然后不行，我只穿很酷哎，你干嘛想脱？不行不行，请问一下，你对马国贤的印象？我觉得他很成熟稳重，他看起来是老实人，就是爸爸妈妈人还是老实老实人，就是他的脸，他的脸是很安全的，我的脸是讲到笑出来，安全安全的人，可是找安全的老师，找老公不知道这种吗？对啊，对，就是阿公阿妈跟爸爸妈妈会喜欢的，就我带回去，爸爸妈妈说啊，这里耳塞，这里喉。那很简单，你就找个演艺圈知名度不高，不就结束了？那我们今天要请你打泰拳，好，我们就马国贤了。来，哦，来，就是手的话有六个动作 ，OK， 然后这样子的位置是一二，对，你要稍微有点这样子，不然会前后吗？耶呀 ，OK， 就这样。OK， 这就一二，所以你打是我要往右往前吗？你就稍微用力，你要把它放下来。对，没有，你要，他不是跳舞了吗？傻了吗？我给你打到好不好？你有这么看不起他？好来，然后就这样一二，我哎，不要不要，我不要睡，顶住，一二，对你顶住就可以了，二好。然后有就直接，你可以这样子抓过来。哦，这个幸福。对，魔力。爱靠近。等，你先不要脱叫，因为叫我们感觉不出来，真的拿掉。对啊，其实没有，他不会那么大力，怕什么？轻轻的。哎，不是，我刚刚弄戴这个都会痛哎。你就这样盯住，那扁拳在手背上，还好啦。我跟你说，帅帅的，帅的，帅的。气。哦，哎哎哎，怎么会打？哎，打坏也算的，成不成？啊，全力成不成？我觉得拳蛮 OK 的 ，OK 对啊，能不能吸引到？扎实，我觉得不错，我觉得。他也有腿的，你要看腿。想要要要要要要，对对对对对，要拿好 ，OK。来，九妹就是预备动作，九妹。哇，再来，那你这样，三年级。哇哇哇哇！有，哇有，啊你可以高一点，有 feel， 哇，有力哦，来啊，来，他腿，如果通常是一手要护着自己，一手是要把它扒过去，所以动作就会是这样，哇，对，有，请问你今天是在征婚的还是打擂台的？所有男生都吓死你，不招请，他这个力道很强，他力道很强，我可以保护。男生，好，你可以保护自己，我们也会认为你可以保护你，对，保护自己，对，对啊，我就可以是独立的，对，是，不太鼓励，掌声鼓励，你们强忍，来，谢谢。